来到质量热情的地方，好料就在这里里面，这一支很多人没有试过的呀、啊。什么来的？这个是葡萄酒，葡萄酒面线，在法国吃不到，要在浙江这里才有。对哦，年轻老板又会做葡萄酒，我老婆的外婆代传下来。这个酒我们酿的时候在家里做了，也要酿大概三个月以上，我们才会出来卖，采购时间了。三个月葡萄酒才成熟？哦，对，可以快点的嘛。没有，我们的酒是做不到现在的味道这么好吃。不可以太快，会走水走酒味。我们买的葡萄要精挑细选，因为不漂亮的材料做出来的酒也是会不好吃。葡萄酒要怎么样才可以酿到有水准呢？用那种比较上等的新鲜葡萄咯。酿酒这么长时间会有什么问题吗？酿酒时间需要很长，有时是供不应求啊，因为回头客实在是太多了。哇，现在的人很会找吃呀。所以有时我们酿的酒不够时间，我们也不会拿出来卖，所以我们要求会比较高，会做到最好，让顾客吃到也满意啊。可以安排样多点呢、啊、我们目前现在一个月也好几百支，那个酒也是不够用，所以现在我们面对有一个是开始有点短缺货，所以也是会限量的卖咯。然后大概要一个月的时间过后，我们恢复正常了，我们的酒就开始陆续开始酿好了，可以拿出来卖了啊。请问一下，为什么有些酿酒汤会出到涩涩的？那些酒呢是还酿了不够时间，又或者材料买到不够新鲜，不够漂亮啊，所以就会有导致这样的问题咯。选的材料也会比较严格，然后我们酿的时间也比较长，如果是不达标的，我们是不会拿出来卖了。哇，真的是很香哦。酒比较浓呢，我们这酒下的比较多，比较真材实料，所以每个喝了都有些顾客反而喝了说他们会醉，说很多次了还脸红红，觉得整身很热。Very good。坐月刚刚生完孩子出来的也是时常来打包回去坐月子，最开心的看到那些客子吃到完连一滴汤也没有剩，很多顾客会介绍新的顾客，带很多新的客源来，每个吃的都沾好。这是我最开心，这是我最大的满足感，是我一批一批的酒酿成功拿出来卖给顾客吃到他们很满意。看我自己本身是蛮喜欢煮东西吃的，4年前偶然一个机会来自己的家乡这里发展做吃了。几点开到几点？我这里天都是6点出1点开始有的吃了，然后就做到12点就收，2个星期休息一次咯，在星期4和星期5。我是八巷质量人，这里是质量 Highway 路，欢迎来到质量。